大车啊，多长时间？一个半。我介绍，财政司长陈茂波啊。谢谢。律政司长郑若华，你好，大手怎么样？好了吗？好，好点了，感谢主席的关心啊，就像香港一样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谢谢你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邱腾华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少石，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，您见过的这个特首办主任陈国金。非常感谢主席在百忙中来抽空接见我的团队。